So easy line to the right. So you can just hug that. But this is good, over there is good. Pick your own adventure. Really? <笑>不行，跟不了，还是有点难跟。理论上呢，其实你跟着他，相信他，基本上都是能滑到一些正常地方，但是有的时候还是有点。 No, not very good. 有些时候还是不行。 哎，可以，还行，不要跳，千万不要跳，就滑下来。OK， 普通人不要模仿哈 ，skier boundary。Are you sure？ Yeah. OK。 现在造型，一看就是没少摔，但是挺好玩的，摔得很开心，摔得非常开心，怎么样 ？Local 大神一起玩怎么样？对对对，挺好，挺好。起飞是不是？从来没滑过这样的威斯是不是？感觉不像威斯了是不是？<笑>不能每天这么滑，每天这么滑的话，除非我是像他一样住在这儿，但是的话，就是一周来这么干一次，那才是真正滑雪。 开始天气有点热了哈，其实从今天开始啊，这个 freezing level 就是冰冻等级，就要降升到1900、2000了哈，然后后面开始有点下雨了，但是肯定还会再来一次冷风的哈，但是从后面开始应该就可能不是那么好滑了，然后我们也可以稍微休息休息，不过今天这个最后一天。
滑的还是相当爽的哈，还是有很多很多 powder 的，刚才下了很多，我估计至少下了十几厘米吧。